更之前，天之痕，天之痕，天之痕，对对对对，就觉得它是有十年以上的，应该有，对对对。哦，他就是那么久才来，隔那么久来才来台湾，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？就欢迎他常来啊，欢迎他，对对对对。那你今天还有准备什么啊？可能要跟他说什么，或者是期待他有什么跟你互动等等。就是希望他来台湾可以玩得很开心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今天准备多久？准备多久？从哪里来？从新北市来。新北市。对对对对。几点就出门啊？几点哦？大概9点到这边。对对对对。那你这个牌子是自己去定做的吗？对对对。是花多少钱啊？这个大概8000。8000。对对对对。这后面那个也都是吗？对对对，都是。一个就8000块。对。国台办有说，这个宝总来宝岛是两岸喜闻乐见的事，您的看法怎么样？就当然，两岸多交流互动是很好的。对。那你会很想要参加下午那个可以跟他交流的活动？希望啊，当然了。会去现场吗？会吧。也会，会大家一起去这样。对对。你
你喜欢他的些什么片？看过些什么？看过就《天之痕》啊，《琅琊榜》啊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最近的《繁花》有。最近的《繁花》有。因为上面你是写吃排骨年糕，怎么会这样写？就配合剧情吧。哦，因为希望虎哥之后来台湾拍戏。当然台湾有很多漂亮的风景，我觉得可以来。对啊，顺便宣传台湾嘛。对啊。你麦不要问后面。谢谢。有的人会说，哎，这个会不会是一种统战？因为它很受欢迎，跟年轻人这个互动，你会有这个想法吗？不会，我觉得文化就是文化交流归文化，对啊，跟政治比较没什么关系。那个排骨年糕是怎样？排骨年糕应该是剧情吧？应该是要跟他一起吃。OK， 好，谢谢哦，就是约好来。阿喜哥跟你合作多久？合作六七年了。啊，从什么哪一个影集还是？我想跟大家一样，都是《琅琊榜》嘛。哦，没有那么追他年轻的啊，但都是《琅琊榜》的开始的。嘿，特别从哪边过来？这就是住台北而已。嗯。就说我也等他等了好久了，嗯，就像大家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下午也会去参加那个讲座吗？我没有参加讲座，哎，就是好像那不是给我们一般民众的吧？就是专程来机场看他。对对对对对。想说接下来有机会来台湾拍拍片子吗？哦，会啊会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台湾应该会很欢迎吧？台湾应该有很多创作，我觉得蛮适合他的，蛮有挑战性，会不一样，嗯。对，谢谢。